七廖化王喜来者是客，但台湾有台湾法律。来者是客，哦，那任何的一个不舒服，我们都愿意表达我们的歉意。你们干什么打架？都鼻血都流出来。港星王喜三号漂洋过海抵台做 PCR 采检时打爆血，于是他发出通气文。一名1.5米女性，全身被白色 PPE 保护的医护人员，用右手持棉棒插入我右鼻孔，造成我右鼻孔流血。我呼吁这位捅伤我的女性立即向我自首。我唔知等乜，巴士又响度，要上车嘅人响度，要上车嘅行李响度，但唔知等乜喎。因为 PCR 结果为阳性，被送往南投检疫所的他，抱怨自己从候机室被移送到停机坪吹风，也不满上前关心的女性。他递给我一段约3米长、卷成遗书的厕纸，说用来止血，尝试告诉我拒绝。你就不要想起我。还真的坚持不用。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事后说明，该名采检人员将检体送回实验室，并非有意逃走。王喜呢，却抛出庄仁祥的黑白照。你好像知道很多哟，你一定知道捅伤我的那个人是谁吧？而我不知道庄仁祥是谁。叫什么叫？然后王喜隔天就道歉了，仍然希望检疫人员能给个说法。But 道歉对象的名字优先打对才有诚意呢。打错名字应该是看起来应该是无心之过了。那本人接受其道歉，也祝他早日康复。来者是客，我们要让他尽量能够宾至如归。但是台湾有台湾的法律跟我们的做法在的。采检的地方是视同我们的医疗机构。台湾的法律里面很清楚，在医疗机构里面，我们是不允许对我们的护理医护人员，不管是行为的暴力或是语言的暴力，这都不被我们所接受。我再次强调，有任何不舒服要申诉要怎么样，这都有它的一个管道。不过也有人疑惑，为何台湾机场落地采检不用申喉唾液的方式？我们在落地采检的部分都用鼻咽。因为在生活唾液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时间就变长了，可能要等4个钟头、5个钟头，加上前后来回送检体的一个时间，相对就变得时间长。我们用 Liat 来做的话，大概20分钟会有一个结果出来，所以在这一部分也只能这样子做。那当然随着未来这个访单或是这样的一个使用的适应症或是使用的手段的所适用的情况情境有改变，那当然我们就采用让大家更舒服的方式来做。